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妮。周末的下午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来泡一杯茂谷柑果酱搭冰咖啡，这是站所计划教我的哦。他告诉我这样子非常好喝，所以我今天到站所，我也马上带了一瓶茂谷柑果酱回来。现在合作社架上会有草莓果酱、茂谷柑果酱，都是限量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生产者他产品比较多的时候，盛产的时候，我们就将它转化成果酱，避免食物的浪费。这个概念是很好的，所以社员要多多支持我们的手工果酱。这边看到我这样的马克杯，我用了两匙，自己要吃的，所以都不用客气，尽量加，因为我很喜欢柑橘的香气跟味道，它刚好带有一点点的酸跟一点甜，所以搭配我自己手冲的黑冰咖啡，其实它的味道刚好融合得非常好，教大家咯，可以试试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